鸽子放陷阱，通通都是补品。好哦。怎么又红眼睛？我傻眼。你是想劈死他是不是啊？我想是。很容易撞到死，我跟你讲。我们后面常常都是不小心把魔物撞死。我想玩他，不是玩他，就是让他撞另外一只。你后面机会很多，因为后面三不五时都一次一大堆在开会。是这样。低能呐、啊，总是你撞到。快点，不要笑，你用陷阱啦、啊。我看一下啊。好，你一定没有啦。没了。啊，你刚没回去补哦。可是我刚刚有，还是我没有那个材料，材料不够吧？不对啊，我要打的不是这一只，为什么要打它？他快死了呀！我也快死了。你没有回家求吗？那是什么？没有。为什么你可以抓、啊？我回去换道具好吗？哦，我不是你。人家晚上开台声音哑了，人家以为我去唱歌。笑他小。好啦，有人叫我开一个东西给你练啦、啊、什么东西？大熊彩龙。大熊哦，你说那个很肥的嘞？对啊。那只其实看久了蛮和善的。它是最和善的啊，比冰鱼龙好多了吧？冰原第一只是那个呢，冰鱼龙哎，我以为是有类似大熊彩龙那种好东西耶，就没有。又是动画。发现冰原太刀拓荒剧情，金太刀才会有。对啊，冰原前期最强是火太啊，金火太啊，不是前期的、啊，好像那时候金火太是那阶段最强的太刀。参加承接了解。
我还在跑动画。嗯，你慢慢来啊。我继续删目标，再换蛟龙。目标麒麟，哇，太多了吧！我剩两人，傻眼。那个是三次力竭，两次力竭，两次力竭。岩贼，阴火。然后这个也是上位的，五个紫色的。初试观察报告，条件太刁钻了。什么初试观察报告？那是什么？拍照吗？爆锤，就算了。藏火，哦，我没有麻痹符。哦，你可以中啊。你没有直升吗？那是什么？我看一下。直升研究所。看一下，你后面可以解一下这边的任务，就是有那个自由任务有泡泡符号都要解掉，然后就可以让你一次中的东西更多，箱子也更大。然后再干上位四子，嗯，为什么种东西的地方找不到吗？我找不到种东西的地方。你看我的画面，看你的画面，延迟。有没有看到告示牌右后方？看有没有看他有没有出来啊？高明任务还没到，还没出来，不然就只能你先回星城去种，拿去种蜂蜜。不用啊，蜂蜜我蜂蜜已经卖掉好几个了，每次回来都9999。反正如果你后面要的话，你就是都中，也是呢。你因为玩的太少，因为你那个那时候都是世界物资准备好才来过冰原，就是你要准备过冬，所以你物资都要先准备好。哦，不然就只能自己去采。一直狂踩。啊，
闪到哪里了？岩飞，人好多哦，删掉，删掉，四人，四人，四人，好多金叹号。我是不是应该要先去解原本还没解完的那些旧任务？看你啊，因为有一个是不动衣装啊，看要不要打，等一下陪你打，你就可以穿了那个之后就是狂打怪，怪也不会把你撞倒。等一下我gank。嗯。这超屌的，不是啊？你看我的物资，我都无聊，先无聊去采或者去，对啊，都在采集啊，无聊都在地图上面跟换道具。你看啊，这些东西。所以想要属性，但我就没有要太多，就是中到大概就4000多就停手了。好，这个是烤焦的咯，第一次烤焦做纪念，一直没有卖掉。应该按这个啦，确认售出道具，这边看才多，不一样哎、欸。你看蜂蜜，我蜂蜜这还是卖过很多次的哦、喔。蜂茄、鬼爆炸菇，那我回来了。嗨。所以我要更改我的道具清单了。对。我在包包里放了。对。麻痹线。嗯，我跟你讲啦，那个反正大回复要嘛，然后汉就反正一个解毒的，看要汉方药还是解毒药。嗯，然后再来是打小果实，打小果实，然后再就是陷阱捕获蛋这两个。嗯，然后还有什么力量护符跟力量自转那些的也都要，你有吗？那是什么东西？是不是？那个是加你攻击力、加你防御力的东西。力量护。那个如果你没跟 NPC 买的话，你是不会有的。哦，那我应该是没有这个东西。那个一次买是几万块的东西，看有没有印象？你有买？道具商人有卖。所以我现在去买。嗯。那个有买有差，因为那个你一次买到后面的话是占你四个位置。找道具商，道具，奇怪，到处是那边。我靠，这新地图。这样看不到道具商人。嗯，我要熟悉一下他。
在告示板附近都在告示牌附近。看到了。不是你，那是谁？你逛去哪里？你那边是不是还没解锁啊？在这里而已啊。你餐厅进去餐厅前右边有一个人。你在看我实况台，这里。哦。我看到了。购买。我还没收集完大学啊，对呢，你还没有哦，抱歉，我删掉了一堆，糟糕。调查管理任务目标。轰隆啊，轰隆可以删吧？我记得轰隆大家都有了。轰隆是只有两星的，要留吗？这个删掉。轰隆的两个人力量护符跟守护之护符吧，好贵啊，还有六万呢、欸。你多少钱？我只有七万多。那先别买啊，因为你后面要做装备，你买你会没钱啊。可是我觉得后面你打冰原打一打，钱赚很快。这我先存钱做装备，然后再去买东西。对啊，先存钱吧。好。调查。轰隆。碎龙。这个大小金大家都有了，扔掉。其实这东西现在不缺了啊！你看看他，之前叫他上线不上线。我那时候有事情。那时候干嘛？我整个过年都没有碰电啊！我就觉得我很冷。我半个月没有再碰电了。我都怀疑我跟世界隔绝。世界都忘了有你这个人了。真的。金蛋是什么？幻金道具。就是你去按，你按那个什么，从道具中贩卖吧，按个空白键就可以把你身上的幻金道具卖光光。哦，风飘的。太多了吧，我躲在四套龙啊。
金蛋哦，我看一下我卖可以卖多少。哦，你现在因为这边的铺蜘蛛啊，很容易挖到金蛋跟钢蛋，不是金蛋，是钢蛋。出售道具箱，不是，换金啊，按 R 啦，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2957万，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，我身上有7000万，拿那个2000多万都还没卖。舍不得卖啊，目标宁波，你就知道我在世界弄多久了。四人两人，是有事没事就要去探索，然后捡东西。对啊，咕噜宁波，两人的三吊。目标监视灭金龙，对啊，所以不能这样比啊，而且我当时真的是疯到，就是曾经在魔物世界，我那时候就是待太久，在那个采集地图采太久，采到那个我的耐力真的是低到一个快不行，逼不得已才是回营地，对吧？回集会所，然后再出去玩。雷狼龙，两人四人四人，哇，删了100多个人物，开心。哎、欸，啊，我在一个任务里面，他看到古代龙人。对啊，怎么了？那我要怎么上去找他？找他？找足迹呀、啊。你是在找上位自由任务吗？这是什么？他说完成任务探索永霜洞图。哦，调查永霜洞。继续找啊。可是他看到那个古代龙猎人，可是他叫我跟他讲话啊，可是去讲话啊。可是我上不去啊。头抬高啊。原来这可以跑，哦对啊，你知道冰原会挖到一些什么龙脉，你就要多挖矿了，你会挖到一些龙脉碳，那个可以去挖蒸汽机，然后会给你餐券啊、补品啊，有的没的。理论上真的是不缺，多到都想拿去卖掉了。好，金火龙等魔物。哦，我真的不想留捕获金火龙欸，金火龙要捕获血都要压很，真的快死掉才能抓。云火龙。